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记忆的教诲，突破界限之门。可以看到，我使用的是兽队，非常一只巨蟹，然后一只秘兽这样。然后这一次开场新珠还不错，还给了5颗。然后刚刚两场都给1颗、2颗的，就是巨巨的 Temple 这样。好像这时候就要流星了。流星一下。我可能先打这一只吧，水火木。哦，非常好，新珠很漂亮。水卡心，不，卡贡基珠啊。又卡了，三鼠的有个缺点就是很容易会卡住。我们要再撑两回合，这样有点危险。加减打，好，撑到 CD5 了，这样现在目前就比较安全。然后每回合有补到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哇，这火柱太远。哇靠！漂亮。哇，这是要转暗珠，因为我杀的是水火木那一只三鼠盾。靠，水没消到。珠子分布的有点散。哦，同CD不行，现在两只同CD不能这样消，这样会死掉。找诸多的先转，舍弃掉攻击了。目前
消三暑不容易啊，因为消三暑等于消四暑，你还要补习。火猪，那一颗比较碎。绕过去，然后一样是东西地的状况。缺木薯，所以就随便转一转吧。只好把你的水珠消一消，水珠蛮多的。哦，卡心珠。卡心珠，所以火珠是势必要转。我会把右边那只 K 掉，漂亮哦，妥当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可是这只比较难控制，哎，我的巨蟹已经跳起来了，哦，跳起来更舒服了，跳起来我就好打了。好，然后现在要做的任务就是每一场都要消到新珠啊，46990嘛，他打48多。所以目前就是只要消到新珠就妥当了。哦，由于我们攻击力不是很大，所以要洗吸地是还算蛮好洗的。啊，尽量每一回消到了，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。因为保持满血量是不变的法则。哦，现在差密兽四回合，但是应该不影响，对我们来讲不影响。哦，又卡心没关系，你继续补，就是。水珠尽量消掉，水珠是最没有用的。哦，到下一关了。哦，巨蟹最好找 CD 越短的越好，不然出很久了，风险会很大。哦，第二关一样，就是用之前一灯的打法直接加下去就对了。然后一样就要开始补血了。啊，这一关除息地 也不难，然后你不要超过四 combo 就可以了。只要运气好的话，我也没差，打好像不是很痛。哦，你要让 combo 数做少，很简单，用一吸的那个玩法。哦，5000多，尚可。
续来跳。因为由于攻击力弱啊，所以不太需要担心说集气力的问题。哦，每个会消耗心速就对了。我们先加快一下速度好了。哦，这个平民转速大家就是去那个稍微接受一下吧。哦，这回合没消耗心速，下回要记得。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切开，这样的状况自己要小心。可以发现现在是属于呈现有点让听众觉得有点无聊的状况了，因为一直在笑，一直在笑，有没有？有人也是按快转切回去了。卡新珠还好，可以卡一回了，所以我不是很 care。这个危险的血量尽量不要让它出现。我尽量保持满血就对了。跟一灯比较不同的就是你每一回合都要转到新啊，你不能玩得太轻松，玩得太轻松很危险。哎喂，真的是玩得太轻松了，没看到没有新珠。
六 combo 的话可以补6000，所以平均有六 combo 水准的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哦，为什么要看这个血量呢？因为这个血量是要关键在这一关啦，因为我不晓得这一关要打我多痛。我用兽盾血量会比较高，所谓血量比较高就是风险会比较高的意思。6973，所以血量保持6973以上就可以，就是代表不能卡新珠啊。四 combo 就比较不建议大家做这个错误的示范了。我那个三到五嘛，我没办法，顶多就是三到五。尽量补满血，因为你可能会手残，自己不知道。然后转一转，没转到新珠都没发现。这个常常都在松懈的时候常发生的，魔队最容易遇到这样的状况了。要满血，我就不怕说，哦，不怕那个没消到新珠也没关系，不是满血啊，就是血超过6973好不好？像现在就要小心了。没看清楚到底多少血。对，6973，哦，转一下，转一下，保持血量，我们不要求爆发了。可以看到，大概都是4C左右吧。行，没关系，我们有三转星。看到时间花的蛮长的，所以一入场的话是可以考虑继续去加下去了。所以我已经玩到现在了，伤害打到现在，对啊，血才打一半呢。哦，那我一加，哎呀，加10几万，你还被我加死，算了，不要加，
48万，1492，我算一下哦，1492乘，这个是多少？125倍，180几万，可以加，加，入股的时候就加一下好了，不要拖那么久。我靠，还蛮多的，他血怎么是那么少啊？这个有些错误的动作可能不要太过于是学习这样。哦耶，好危险，还有11回合。应该是出得了，因为攻击力很低啊，自己要稍微拿捏一下力道了。我有看到我故意就是攻击力不用太大了，因为我要确保。所以平均大概4吸就好，不要太多。啊，好危险啊！还有6回合，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怎么撑呢？把你的攻击珠转掉，好像转不掉，有啊，这个火珠啊，呀，表示好可怕。年兽应该打不会痛了，所以以后要假的时候要看一下，像我这属于错误示范。呀，球大，不会吧？球大，真的球大，3回合。看可不可以 K 掉一只啊 ？K 掉一只还有机会。非常好。三只按下去我不会死。兽队的好处，我们来展现兽队的逆袭吧。他妈！切开。好，所以以后那个叔叔有练过，小朋友不要学。差点把自己搞死。太刺激了！这是伤害6860，所以血量只要超过6860就可以了。很刺激的过了。以后那个错误示范就不要学习大家啊，大家不要学习啊，不是不要学习大家。有点语文词，我刚有我句句定。所以巨蟹 CD 的多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如果要放巨蟹甲的话，建议大家就是一开始就甲了，不要像我一样，等到后来这边想说省时间，上面命都省掉了。
七回合，应该可以全力打，没问题啊。哦，一样没回合消耗星珠就可以了。那、欸、不会把他秒杀吧？这个真的，大家记得要选CD短的，太危险了。这时候台面上新珠能留就尽量留，所以我先转。好吧，这个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留新珠的原因。好，要留新珠就转了一大堆新珠出来。好，把你新珠留在下面。关键在这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机械再处理之前，我们甲是必然的，可是重点是你要除满，所以我现在要撑十二个回合。啊，怎么撑？就是尽量不做攻击。那做攻击的话，有个诀窍。靠！哎呀，笑到了，笑到了，笑到了，不要一直听讲。比如说我现在要消火珠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就这样消。哦，看得懂意思哦。现在要消水珠。哦，这个技巧大家应该知道哈、哦。这个是一个网友提供的一个资讯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用。啊、哦，现在就是要补血的话。一样，这个是做不攻击的攻击。哦，你因为这样才能撑过你的回合数啊。啊，七回合。靠，小到。因为他防御力很，他这一次在打的话都是，防御力很高，所以你打他的话都是一滴，所以不管哪一次打都一样。这个要做木，把木转掉了，木蛮多的。还有四回合，应该撑得过了，四回合就不是问题了。不怕。
样才有办法除湿地啊，不然天降很容易就搞坏了。哦，所以只要你有办法用这样的玩法，这只猫就可以换别只。哦，我建议是换控场。哦，因为打最后一关网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什么闪电盾啊，什么奇奇怪怪盾都来了。哦，闪电盾啊，攻击盾啊，有没有？就像我讲了，以后可能那个要玩在这边玩贪食蛇，用转珠转贪食蛇出来这样。哦，我刚这边只是示范说，假如没有拆弹猫的一个玩法。哦，假如我们没有拆弹猫，哦，到这一关的话，就可以直接用巨蟹夹它了。哦，一样，反正都来了就拆一下，哦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把你的攻击数尽量消掉，留可以转。可以转鼠的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转越多鼠，我才比较不用担心下一个台面我转不出我要的形状出来。啊，新的盾呢，欸？这是 U 型盾是吧？假死你，玩弄你的，我知道假不死的，我只是假好玩的。然后这时候我们三鼠就给它转下去了。我可以看到台面上，哦，这个有点要小心一点。好，我是玩弄的人哈。U 型盾，发射 ，KO， 棒！好，以上这个不专业的转出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哦，重点就是一直补血。哦，所以三转星是必要的。哦，以上这个打法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